发生了什么？团长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团长和副团长，怎么连这药都没用？你们可别出事啊！没用，必须尽快回联盟得到救助。违禁之计，只有尽快赶回联盟。团长和副团长，阿宝发布了最高悬赏的通缉令，现在我们恐怕走不了了。就在刚刚，所有魔族都在掘地三尺地找我们，更是有大批除猎魔把守。而在我们回东南要塞的必经之路上，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。加入狩猎的魔族就会越多，我们在返途中耗费的时间越长，